时候就跟李坤宇说好，给李坤宇得分，他负责抢篮板，负责樱木花道的工作。哦，这个也不容易哦，喜欢做这种工作的人并不多了。三个打一个，发下来，大火锅，澳洲牛肉火锅啊，林冠军呐、啊，从澳洲回来的，后面。冲上来给了一个大火锅，哇，他的爆发力啊真的也是好的。前面黄宏汉上篮没有进，林冠军抢到了进攻篮板。哇，这个快攻是所有队员一起参与的，这不是只有看黄宏汉一个人跑啊，所以能人加伤强不是没有原因的。是是是，有时候你看到前面有一个露头的一个前锋啊跑，反正想哎那我